佛能把它消除。我们才晓得阿弥陀佛这一句敌得过千经万论的，敌得过一切咒语，咒中之咒啊，经中之经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。但是没有人相信，以为这一句阿弥陀佛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，恐怕没有效果，还要去找别的东西来夹杂啊。于是往生啊，往生是决定在信愿之有无，你有真心切愿，你得往生，品位就大大的降低了。这个现象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，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啊。你没有遇到善知识吗？没有人教你吗？你的疑惑不能断除吗？我们懂得深信不疑，所以我们念佛堂一句佛号，讲堂里面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丝毫都不夹杂。我们在此地讲完这一部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是为九华山讲的。仁德法师邀请我上山讲经，我没有时间到那边去，所以录一套这个录像带赠送给九华山。是这么个意思。跟同学们开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也是不得已啊。最近十几年来，海内外许许多多同修见到我都祈请啊，希望啊把华严讲一遍啊，留一套录像的资料给后学们做参考。我答应了，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讲华严。